要用反省什么？我现在我一直我你全部反省，你还不要瞎问你底下的问题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也在，我也是我跟你爱去说。你走开！你不要再拦我，你拦我，你这是妨碍自由。那你手交给我，你叫警察，你手交给我，现在。你手机给我，你不要再碰我，你再碰到我就有问题。你手机给我啦，我下去了。我不想这样，那你手机给我，我真的要，我真的要联络官，我怎么给你呢？我叫你现在走，我怎么给你？要不然你真的死定了。你手机给我，不然我怎么给你钱？起来，不要了，起开。哦，我真的很有诚意。你诚意，你的事，我叫你明天来拿钱还给我，还你手机，走开。我需要手机，我需要手机才把你联络人。我需要你来我家，我给你联络，走开。我没有工作，我没有收入。我如果我手机钱还给我，我手机没有联络我。你现在到底要干嘛啦？我手机就你让我联络，你走开。我没办法，你明天、哦、你明天把钱领给我好吗？你不要再骗了。我没有诈，你有什么？你就是诈骗。拜托、哦，滚啦！你现在干嘛啦？走开，滚！哦，我叫你滚哦。